三立台湾台29频道最强的台语八点档，一家团圆，双金卡司，豪华阵容。难道一样就是要圆滚滚水当当？希望有一天，咱大家会用一家团圆，并且期待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给你最温暖的八点档，一家团圆。粉红千金，没有，信里面是家里是做汤圆，然后我们家有四个兄弟，四个姐妹，我是，我是你兄弟，然后我好像是演一个护理师，可是他的角色设定我还蛮喜欢，因为他就是他其实不，他比较跳脱以往在八点档那种比较温良恭俭让的角色，他是比较活泼，然后很仗义的那种正义的那种。对，在翻说就是分享我自己的 FB 嘛。然后全部都是送花、种菜，然后煮饭，对，画画，然后旅游，全部都是这种。就是家庭奶爸的概念。对，就是每天去健身房运动，因为防疫期间在家吃太多。对，为了要避免突然说伤到大家，所以每天很认真，因为我每天很认真在运动，所以我不敢胖，因为这每一个比一个瘦。初来乍到八连档，最熟悉的就是冠霖哥啊、李燕啊、王宇杰、婉君这些。对，当初张振浩谁欺负张振浩，张振浩都记得。因为最近很多角色好像都让大家觉得还蛮渣的哈，但现在好像渣男其实还蛮受欢迎。很紧张哎，王哥，哎，我要跟你对戏，我好紧张啊，因为我明天可能就要上班了，我好紧张啊，我太久没有讲台语了，我最近。台语发音不是很好。刚录节目，他跟我说：“博哥，我超挫的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挫，反正这个一工作之后习惯了。”不是因为 那就是这样子。刚刚就是各位就是八点档前辈们都在跟我说：“你要小心哦，就是压力很大，就是要颠过去啊什么。”然后演到哭很正常、啊。你要小心的是，我可能会喂饱你们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因为洪恩哥很喜欢买一些小吃喂大家吃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都没有吃啊，吃的都是旁边的人、哦。你的压力应该是来自于这个。冰霜看到你们两个，我自己压力很大，所以我要再更瘦一点，因为你们的身材都太标准。你还好吧？你胸肌这么大、欸，对，人家露胸肌就好了。你要摸一下吗？给摸吗？啊。我这对他来说我已经是孤老肉了啊！嘉姐摸一下，对啊，嘉姐，哇，可以啊，有练啊，有练。